你刚刚脱我裤子哎！你刚打我屁股！怎么自己讲出来？我吓到！刚刚的秘密，等一下讲什么秘密？不是啊，你刚刚不小心把我秘密讲出来了。刚刚那是口误，好不好？龌龊！干嘛？狗仔呢？刚吃了咖喱晚餐。我跟你讲，那是因为没有抽豆腐，不然我吃臭豆腐怎么样？对啊，就是收前面。现在在录吗？我怎么有点好看的样子？我要来找我男朋友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换你咬的那个。看一下，就是好像不太适合，可是没有我上镜。肉好咬，好咸，他们肉超咸的哦。啊！我来咬，没人理我，没有人理我的事业。你看，顾不下，你看，现在受伤了吧？先传给律师，快点。好吧。有吗？谢谢。好，先传给。拜拜。看起来我嘴巴很大的。我明明已经搞小嘴，他现在怎么让猛兽的感觉？张到最大给我们看一下。这样的戏就是，我要跟姜池告。脸也好干哦。你可以帮我追篮球妹子吗？然后就是沙袋，然后都帮我，看他手不爽呢。挑干净是我的快乐。他有点绝技，床上绝技。哦，你是不是吓到我？来，再一个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是鼻血哦？对，你要鼻子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鼻子的问题。然后想完蛋，我现在可能要跟你分手，然后整个爆哭，我刚大流眼泪，他吓到了。其实我刚刚有快哭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是演技，不是真的爱彼此。没有，是真的爱。